一场物流始创于1998年8月，总部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在全国微型化药品运输这个细分领域，公司的运输规模居国内首位，在全国各地设有32个驻外办事处。在国内，一场物流服务于2600余家客户，包括中石化、中石油这些知名的国企。一场物流现有共有运输车辆82台，主要品牌是东风天龙重航，装备了雷诺375马力的发动机和 ZF 自动变速箱。我们现在的运输中的每次运输的平均里程是1000公里左右。我们一场物流一年下来的总里程大约是960万公里。我在这个一场物流工作已经5年多一点了。我在这里啊一直开着这个东风天龙重卡这一块。我跑短途的话一般在700公里左右。一至两天就能回来了。长途在15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需要3到5天左右就回到公司了。我们给车队使用的是嘉实铎大地式发动机轮换油、车轮油和黄碱酯黄油。我们使用嘉实铎机油以后，总体的感觉发动机螺旋降低了，延长了换油周期。因为换油周期的延长和发动机内部螺旋的降低，发动机寿命的延长，都减少了维修保养的频次，降低了维修成本和人工成本，这样一来，维护所需的时间和花费减少了，车内的运营效率随之提升了。从长远看，发动机的寿命也显著地增长了。为了满足新的环保排放标准，我们会定期对车辆进行尾气排放的检测。在轮换油方面，我们信赖嘉实铎为我们提供的油品，它可以充分满足新型发动机对轮换油的要求。我们会根据车辆的使用情况向公司提出轮换油及其他配件使用的建议，以此来保证车队的运营效率。在换油周期延长和磨损降低的情况下，车队减少了维修保养的时间，节省了花费，避免了不必要的停工。大路上的所有司机都非常喜欢用这个嘉实铎轮换油，一款好的轮换油给我们这个机器增加了动力，为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我这辆车自从出了包以后，一直在用着这个嘉实铎的换油，用这个油，发动机的抖动少了，机件磨损减少了，都感觉着爬坡有力了，冒黑烟也少了，启动车也比较顺畅了，开着车是非常的放心，也非常的顺心。嘉实铎这个油啊，非常好啊。我们跟嘉实铎合作密切，他们经常派代表来拜访我们，解答我们在使用中的问题，而且也定期对油品进行检测，来帮助我们安全的、科学的延长换油周期。我们和嘉实铎合作确实有助于节省公司在维修保养上的花费。嘉实铎的销售代表经常们做产品回访，询问一下油品的使用状况，也会解答我们一些遇到的问题，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对我们车队的运营帮助很大。一场物流对供应商有着明确的、严格的要求。这么多年来，我们和嘉实铎的合作一直非常愉快。嘉实铎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品质优良的润滑油，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技术支持。这样一来，在安全运转的前提下，我们的运行效率提升了，而我们的维修维护成本节约了，对我们进一步增大业务规模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一场物流和嘉实铎的紧密合作，也保证了一场物流运输业务的安全、高效和准时，这样客户把货物交给一场物流运输都很放心、很踏实，也有助于我们签下更多的订单。嘉实铎不仅是润滑油，更是流动的科技。